来看看，这个是卫福部邀请到部长陈时中跟模仿天王郭子乾两个人合拍宣传广告，为了加深观众的印象，现场临时改剧本，改由郭子乾扮演阿丁部长，而陈时中改演幕僚。回忆两个人合作的过程，郭子乾说要模仿到位，就是要学陈时中的面无表情，眼神还要直视前方。而陈时中部长在演出的时候不但没有 NG， 还会即兴加台词，也让郭子乾印象深刻。卫福部长陈时中现身，奇怪了，怎么旁边有一位阿中部长？大家好，我就是网友昵称的钢铁部长。原来是模仿天王郭子乾饰演，而正版的阿中部长则变身幕僚。部长，有一些事情想跟你到办公室里面聊一聊。为了宣传国民年金保险，卫福部长陈时中和艺人郭子乾合体拍广告，一不小心还会脱稿演出。我最喜欢看你表演哈，冲冲冲！哇，大家好，我就是英。不是，那个是郭子乾的哈。就怕宣传失焦，陈时中赶紧拉回主题。这真假部长合体相似度超高，究竟模仿的精髓在哪？你有看到陈时中部长有表情吗？没有表情吗？对，我还要练就那个眼神，不要太容易转来转去。想模仿到位，不只得面无表情。郭子乾更爆料，入戏的陈时中不仅零 NG， 还会及时加稿演出。自己还加了一个词说，部长，我们能不能到里面聊？因为我是你的影迷，我想跟你拍照。部长还蛮有趣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那我们就尝试着用多方的一个角色跟情境，希望能够把政府的政策能够宣导得更清楚。透过真假部长演出，期望政策让民众印象深刻，也意外曝光钢铁部长陈时中幽默有趣的一面。记者袁子陈清顺报道。